哎，你刚刚你要不要等一下自己吃？不要。为什么？你等一下要自己吃啊。你自己吃一点好吧。吃几口。那你就，你等一下问奶奶，跟奶奶讨论一下好不好？不要。你等一下跟奶奶讨论一下。那你先自己吃啊，你至少吃三分之二哦。三分之二，好不好？三分之二是什么？他听不懂什么叫三分之二啦，三分之二就是吃到快结束了，吃完的一半，再多吃几口，这样好不好？那不要。那不然你跟奶奶协调，奶奶等下跟你讨论怎么做，好不好？奶奶说全部一起吃。奶奶说吃二十八。吃二十八哦。什么是吃二十八？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。吃二十八口是不是？哦，那姑姑说什么？全部吃完。全部吃完了。嗯，那你要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奶奶先来，等一下你跟奶奶讲好不好？哈、哦。